大爷，我们放学后再继续吧。好，如我所愿。珊珊正，大爷正啊。不是了不，是在比赛了不。比赛？再来一次。这么说，是因为无法分出胜负，所以要放学后继续喽。大眼同学和珊珊同学还都是小鬼头呢，最后肯定又是无疾而终了。就是呀。放学后，珊珊，这个也拜托你。哦，哎，啊，抱歉，英同学。珊珊，你好好接着嘛。什么呀？明明是你突然扔过来的。再说，这也是你控球能力差的表现吧？你说什么？我等等。总觉得这两个人看上去心情好像不太好啊，是刚才掰手腕比赛的原因吗？喂，富太郎，你有没有看到过呀？大野的控球能力差的表现呢？才不是呢，那个明明是珊珊的失误。喂，到底是哪个？我没看到呗。哼，啊，好像不是因为掰手腕比赛的原因呢。再见。啊，还在这里呀，大爷，这周日能参加一下比赛吗？比赛？是棒球了，参加人数不够，我正发愁呢。可是周日我……我说小山，一起回去吧。周日吗？是这样，拜托你了。黑田同学有事不能来，可是这个周日……怎么了？棒球比赛的人数不够了，想拜托珊珊同学参赛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刚才冰冰也拜托大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你说大爷他吗？嗯，他答应了哦。答应了？那小子，这个周日明明答应了要和我比赛足球的。明白了，可以。真的吗？可是，一定要赢，听到了吗？啊，是。英同学，你还真是多嘴呀，不？明天又要坠入地狱了，不？哎，地狱。第二天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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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样是远远不够的，这样子是赢不了大爷队的。同学，你为什么要邀请珊珊同学啊？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呀？永泽同学明明也说了，拜托你了，珊珊同学。你们两个不要随便说话。是。你们真是的，体力完全不行吗？好吧，从腰腿开始重新锻炼。不行吧？不然。我们就要输给珊珊队了。那个。第二天，总觉得男生们看上去好像一天比一天憔悴了呢。冰冰还有猪太郎，你们没事吧？没有一场，开玩笑的。哈哈，比平时逗乐，有点微妙了。吃完以后要马上开始练习了。是，你们也要快点吃完。山根，你没事吧？不要勉强自己，你的肠胃一直不怎么好啊。什么呀？什么什么？山根是我的队友。所以又怎么了？山根已经这么可怜了，又加上肠胃。到了星期天。这是什么呀？真好笑。小丸子，什么事？什么叫什么事啊？真是的，如果有时间这样无所事事，不如帮家里做点家务。哎，我可不要，我现在正在忙着呢。这也算忙着？不就是躺着无所事事看漫画吗？难得是周日，
明明是想悠闲的过的，要不要去小玉家呢？这下怎么办啊？现在也没办法呗。那不就要输了吗？那也没办法。那不是班上的男生吗？他们好像说了今天有比赛的呢。猪太郎，鹰同学，比赛呢？那个山根他突然请假了呗。咦？啊，总之就加油吧，拜拜。鹰同学，哎，太好了，你来的刚好，由你代替山根参加吧。参加什么？当然是比赛了，代替山根。咦？你在说什么呀，大爷？就是说，鹰同学行不行啊？难道我们不战而败吗？别开玩笑了。可是，就算是这样，进攻怎么办呢？防守也是。就是啊，我只是偶然经过而已呀。这样的话，就让我来好了。听我的，鹰同学在哪里进行防守都可以，而且我会帮鹰同学一起进攻的。可是如果你接到球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尽快跑。鹰同学，你平时不是一直跑得很快吗？不是这个问题，既然要我参加比赛。好，这样的话出场顺序变更，我来做一号击球手，顺着这个气势一口气攻下，听到没有？喂。大爷都说到这个份上了。我可不参加比赛啊，不好意思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鹰同学。怎么？就算大爷你再怎么拜托我，拜托你，拜托你了。怎么办？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呀？早知道就该听妈妈的话，待在家里，好好的在家里帮她的忙，就没有这么烦人的事儿了。鹰同学，你的位置是那边呗？在路灯那边的方向呗？是这样吗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呗？你别这么说我嘛，好歹我以前也是和爸爸做过投接球练习的呀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咦？等等，藤木，打飞藤！啊，终于要开始了。神呐，无论如何也不要让球飞到我这边，行吗？拜托你了。今后无论妈妈说什么话，我保证都会听的啦。真敢说呀，小丸子。出局，好球！击球手出局，好厉害呀、啊！连续三击不中，已经两个出局了。啊，这样看来好像真的没什么问题了。啊！小镇那家伙居然闭上眼就打中了。啊，还是小镇？骗人的吧？小山击球突然向小丸子飞去。那么小丸子到底能不能接住呢？后半部分继续。骗人的吧。这是珊珊呢。好球！真不愧是大爷。第二次好球。不错，就是这样。不是吧？又来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在哪儿？得一分，得两分，好球！三人出局，攻防互换。抱歉，别这么说，其实是我不好。可是我还是不行的，算了，让我回去。我都说了是我不好，你不要在意。听好，接下来是我们进攻。
我们一定要扭转局势。好。要开始了，大爷。来吧，珊珊。可是，在那之后，好球！击球手出击，击球手出击，一定要打正！好球！击球手出击，三连出击，攻守互换。啊，真不愧是珊珊。好吧，好好打吧。哇！糟糕，如果因为我的关系而输了的话该怎么办？好，二人出击。啊，冰冰，拜托你认真一点。抱歉。好球，击球手出击。抱歉。三泽，你要好好看着球。不要啊，如果打不中的话。之后比赛又继续了四个回合。再不把分追回来就糟糕了。死球。没事吧，猪太郎。没事吧。好吧，机会无人出局一垒。关口同学。你记住，珊珊就是那种人，投球的时候只会向中间投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去吧。来了，好机会，快跑！好，无人出局，二垒、三垒，下一棒是鹰同学。什么嘛？我也会打的。鹰同学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得拿得再短一点。是这样吗？对了，这样的话会比较好打。听好了，打棒球会发生什么事，谁也不知道。总之什么都不要想，去吧。好的。我这就上了。击球手出局。难得的机会啊。哦呦，等等，下一棒是大爷。来吧，珊珊。大爷，上吧，大爷，反超啦。打吧，这下说不定真的能有机会。不会让你打到的。好球。犯规！可恶，是犯规啊！接下来就决个胜负吧，大爷。犯规！又是犯规啊，已经连续几球犯规了。虽然我不是山根，但我现在也觉得胃好痛啊。真行啊，珊珊。接下来一定要决个胜负。你以为我会让你这样过吗？如果你能接到我最强的一球，你就接给我看吧。好球，击球手出局。骗人，没想到大爷同学居然会三击不中。什么难得的机会啊！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我们呢。可是大爷同学他已经很努力了，打出了那么多犯规球。
可是结果还不是三击不中，就是。大野同学，三人出局，攻防互换，要再拿一分才行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真是的，交给我吧，殷同学。你没事吧，殷同学？我没事，大野同学。我没事。太好了。大野同学，都跟你说没事了。可是你的脚……放心，我真的没事。比赛比分就以2-1持续下去，终于到了最后一局。好嘞，到最后一局了。珊珊同学，珊珊同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是吗？已经是两人出局了。球，第四个球了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是啊，下一棒是他呀，一定会输的。是啊。最后也要加油一下呀。这样的话就只有那个珊珊同学，明天午餐的布丁给你，你就放我一马吧。殷同学，你觉得这样我就会让你一手吗？不是，要来了。等一下。殷同学，抱歉，你也给我出局吧。跑到一垒那里。是小山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抱歉，这该不会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逆转机会吧？应该是吧，因为下一棒就是大爷。珊珊，我绝对会达到的。珊珊同学，难道他？珊珊，尽管来吧。大爷，是啊，我们一直都是尽全力的。是啊，别忘记最重要的是。那么我就不客气了，大爷。尽管来吧，珊珊。你们两个，你在搞什么呀，小英？如果在那里回去的话，就能赢了。就是啊，不，说不定就能反败为胜了呗。都说了抱歉了。干嘛呀？你们都在说什么？准备加时赛了。加时赛。下次再比吧。珊珊，我今天已经觉得很累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
那好吧。没办法了，就这么决定吧。就是啊，不。啊？难道珊珊同学注意到大野同学的脚受伤了，所以才……即使吵架也改变不了的两个人的友谊，在小丸子的眼里显得格外耀眼。哎，风月天妇罗，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真想吃一次看看。奶奶什么都知道，也许能做出来，但是从昨天开始就哪里怪怪的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美味的枫叶天妇罗和奶奶暗自烦恼，敬请期待。